celebrated its centenary last year. What will China do in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所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党立名，为党证明，为党扬名，这是中国外交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深感国际社会现在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更加认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钦佩。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看中国共产党的眼睛更加亮起来了，观察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更为宽广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也更加深入全面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今年我们将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契机，继续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帮助更多的外国朋友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